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 Quest 2 我们的 VR 眼镜来观看我们的奥运。这个四年一次的流量是一定要蹭的，是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事，我们都要共襄盛举的。今天使用的方法需要用到一只手机、一台 VR 眼镜，还有一台电脑。使用 Express VPN 这个应用程式，将我们的 IP 连到美国，然后下载 NBC Olympics VR by Xfinity 这个方式。我自己是使用 iPhone、iMac 还有 Quest 2。前几天我原本想要去中华电信租个 HTC Vive 来看 VR 奥运的，那搭配那个 Hami Video 也蛮便宜的啦，听说好像一天也不到100块这样子。后来发现他那个押金保证金真的是太贵了，后来我就自己爬文看 Quest 2要怎么观看，后来也是看赖群看 PTT 上面的人分享，然后后来就突然测试成功了，那当然就不用去租啦。总之今天的解说就是希望拥有 Quest 2的人可以顺利的观看 VR 奥运。那如果今天的讲解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首先在我们的 APP Store 里面打上我们的 Express VPN，下载这个应用程式，到程式里面以后，我们就点选这个七天免费试用。进去以后，我们就输入我们的电子邮件。第二步就是到我们的信箱里面收发这个 Express VPN 寄来的邮件。那它有免费试用七天，然后我们就点选这个 Set Passport。设定好账号密码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七天的免费订阅服务。当然，如果你要继续使用这个 Express VPN 的服务的话，也是 OK。不过，我们今天就是主要以免费的方式来进行讲解。我们的这个 Express VPN 注册成功以后，我们就会连接到这个网页。因为我们的 Quest 2它就有点像是一个安卓手机，所以我们这边就点选安卓的设备，接下来点选这个下载它的 APK 档案，确认好下载这个 APK 档案，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 SideQuest。那这边我就不再多赘述怎么下载 SideQuest。 连接好我们的 SideQuest 之后，我们就把滑鼠点到右上角这个符号，它是用来新增 APK 档案的。那点进去以后，我们就找寻刚才我们下载好的 APK 档案，把它打开以后，它会进行这样子下载的动作。下载完成以后，它就会变成绿色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到最后一步，就是到我们的 Quest 2里面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到 Quest 2里面，我们点选应用程式右上角这个全部这边，我们把它下拉到最下面这个不明来源这边，我们点选 Express VPN。 这个程式好像在 Quest 2里面没有办法进行录影的动作，我这边就从手机画面来跟大家解释。记得是在 Quest 2的这个应用程式里面做这个设定。我们这边就是把我们台湾的 IP 改成美国的 IP， 稍等一下 Connecting， 等到这个进度条变成 Connected 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店里面去搜寻 NBC Olympics VR by Xfinity。 如果你不是美国的 IP 的话，基本上你搜这个你会搜寻不到。我自己看了几天下来，我觉得几个优缺点来跟大家分享啦。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奥运 VR 的体验是真的蛮酷的啦。就拿我最喜欢看的篮球来说好了，就可以像是坐在第一排 VIP 的位置一样观看比赛。我们以前还在羡慕那些什么好莱坞的大明星可以坐在第一排观看比赛这样子。那今天如果我们有了 VR 眼镜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来做切换，有场中旁边，然后第一排的位置，然后还有篮下的角度可以做观看。我觉得比较酷的一点，假如有球突然飞过来的话，我真的会下意识的闪开。这样，我是听我一个国中同学讲，到现场看 NBA 比赛，那个动作真的是超级快。我用这个 VR 眼镜，然后在那个篮下那边看，我真的觉得跟我们平常看 NBA 那个视角是真的不一样。你如果在场下的话，你就觉得哇，那个球员怎么动得这么快？因为你离得够近，所以你感觉他们哦，真的动得很快这样子。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画质没有到很好啦，有些蛮好，有些就蛮惨。那尤其是那个开幕式啦，那是真的有点太远了。我估计如果你直接用肉眼去看的话，那可能就大概就 360p 而已吧，那真的是蛮惨的。也因为这是免费的，那可能以后有一些升级的服务，有一些付费订阅服务，我相信它的品质会越来越好。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或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